专业，然后服务跟价值。所以我很开心，就是竟然可以进驻到桃园，让更多就是想要变美的，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好，都可以有一个更棒的一个选择。我们竟然呢，最近我们特别引进了新的这个脉冲光光的机种，它叫彩冲光。彩冲光它是比较新的一个机器，它可以对于一些色素的沉淀，不管是血管性还是黑色素的这个斑，我们都可以做个处理。到目前梦梦现在是两个月后的状况，术后两个月。那现在状况就是说，我们可以看得到在眼周下方这地方的平坦度非常好，那泪沟的情形也几乎都看不出来了。那这样子其实可以有效的改善眼周的年龄。近眼的医生就是很有美观嘛，因为我觉得整形医生很重要，就是还有很有美感，所以我现在这做完之后，我整个精神就变得很好啊，化妆遮瑕也不用太多，真的很谢谢。